三个字，三二一。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九一。Joy。一个游戏考验你们的默契，因为会有动作题跟回答题。第一题，想到 logo， 做出一个动作，三二一。第二题哦，讲到爱心，做出一个动作，三二一。这应该叫随便路人一起来玩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以为你们会比个什么爱心或之类的啊。太老套了。我看第三题，讲到可爱。做出一个动作，三二一。你看，你看，动作，你看动作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比耶。啊，你比什么？他比的赞。第四题哦，讲到春风，做出一个动作，三二一。怎么好像蛮合理的？正常啊。这样有默契，好像其实还算可以的。再来要进到回答题。第一题，新专辑的一首歌，三二一 ，Logo。哎，春风 ，Logo。哦，刚突然有一点含糊的感觉。第二题哦，一位艺人，三二一，周杰伦。对，看春风，周杰伦啊。确定没有那个我们那个影片我看，再看一次，周杰伦。最后题三个字，三二一。这张专辑呢，我们结合了很多应该说台湾人熟悉的用词，然后文化，然后跟一些立场点的部分，跟讲话的方式，跟问候语，还有乐器，然后结合这些所有东西，然后加上还有台湾现在应该说我们年轻人流行的东西，然后也结合到歌曲里面去，然后就变成一张 Loco 这首专辑的一个宗旨这样。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你知道我讲什么？我爸，对他爸邀请我们去他爸朋友的儿子的婚礼，超尴尬，超尬，然后也去，没人知道我们谁，还准他爸还没逼他说。拿什么专辑来，然后那个新郎新娘们，我们上唱歌，然后我们就在那唱到那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唱片就是在台上要递给他们这样，然后他们这样，那时候我爸可能有问题，拿的是电话，他就出来跑表演一阵子了啦，是吗？对啊，不然你爸怎么会在那边耍出耍？直接骑摩托车跟到我家地下室，然后叫他爸爸爸，不是啊，我家地下室，然后我爸也门打开，然后。硬要就是跟我拍照这样子，你当下什么反应？对啊，你可以打这种，我就说阿爸，你就阿爸，你铁门先关起来，先绕资源啊，没那么严，你给他蛋姐。如果是我那个观点，我觉得只是这种行为蛮夸张的，只是这种行为有点太礼貌。哎，把你讲凶点，现在播出去，人家说哎，改天我们对你要凶点，他就可以跟我拍照，人家很多粉丝都会这样，比较香。想问你们有没有？还想完成的一些梦想清单，完成的事情。哇，怎么说？好务实的概念哦。对啊，这个梦想我刚才刚刚已经达成了。一二三，青春岁月。等一下，你刚刚是讲什么？青春岁月。这句话从来没有听你这样讲过，对，你还想在那边一二三一起在那边耍耍默契？大家可以重复一次每个人的答案。一二三，青春岁月，青春默契。活动的话，基本上啊，就是关注我们的 IG 或者粉丝专页，然后还有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然后都有详细的活动资讯介绍给大家。想跟我们一起支持我们的粉丝讲一下，有一句话想要跟你们说 ：Local 的情 ，Local 的爱 ，Local 的人，盖北盖。